我觉得会过去的都会过去了，但是任何一段回忆都有美好跟不是那么美好的，但是我相信他可以走出来，然后还有更好的一段。会不会觉得男方太过分？哎，别人的事不好说，尤其是感情的事。好友林依晨表示，很期待看到当晚的演唱会上杨丞琳的舞台装扮。有着漂亮脸蛋和不错的身材的丞琳，在演唱会上的着装一定很棒。同时，他也表示自己昨晚就有传短讯给对方以示鼓励，只是辛苦的丞琳直到当晚一点多彩排完才有时间回复。舞步一定有吧，然后造型部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脸蛋还有就他的肢体语言很适合演绎各种服装，所以很期待。有啊，昨天传简讯给他，然后他好像一点多彩排完才回传给我，然后就是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就是大家都是希望看到放松又自在的你，所以就尽情的享受专属于为他而办的那种狂欢 party。